那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公布一下遇到紧急情况哈，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来求助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领事保护电话9779801037888，值班电话是9779801029888。我再来说一遍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领事保护电话是9779801037888，值班电话是9779801029888。那中国外交部全球援助热线是86101-2308。希望呢，如果您在尼泊尔遇到紧急的情况呢，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来求助。